我今天就出一期保姆级的教程，用30秒教会大家如何使用微软的 Copilot。 你需要在魔法状态下打开这个网站，然后选择登录。如果你有微软账号，直接登就可以，如果没有的话要注册一个。登录之后你就已经跳转到 Copilot 的页面了，你在这个界面他说画一只猫，他就可以画得出来，你上传一张图片让他分析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就是这么简单，打开网站注册账号就可以使用了，抓紧去试试吧。